哎，爸爸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呀、你可以帮我贴这个吗？像创口贴一样的东西。有点像个创口贴，还有你贴的。对，有点像哈拉伯吉贴的。好臭啊！是很臭。我又觉得很香。又觉得很香，小心它会一直粘住哦。来，哦，这里。薄荷糖。薄荷糖。这，爸爸指的，你好，对，创口贴，这个爸爸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哇，贴得很好，还有一个，贴完了以后，我发现他靠过来，他就，给我哈了一下，因为一般他受伤我就会就好了，谢谢，Lucky 还有一半，你就贴在，等一下，爸爸指给你，贴在这儿。这里，爸爸手的地方啊。好的。就贴在你衣服上。啊，谢谢你贴的好好，位置非常对。哇，你好厉害。好的。谢谢老爸，谢谢。打电话给妈妈。呀，妈妈！嗨，宝贝。嗨。你在哪里呀？我在玩呀。在哪里玩啊？鄂尔多斯的一个酒店。你猜猜妈妈在干什么？吃饭。对的。那你猜猜会有谁呢？我猜不懂。那你给我看一下吧。你看看是谁啊？是谁？曼天姐姐。啊，那你记得我，Lucky 宝宝，你看我有蝴蝶结，我有怪阿姨。妈妈，你再给我看一下，有谁跟你吃饭吧？哎，真的有个人，你猜猜看，又是你认识的，但是是男生，你猜猜看是谁？我猜不到了。猜不到啊？那给你看看吧。谁呀？Hello，Lucky， 我是谁啊？起身叔叔，那可以玩得好吗？玩好。好啊，你们在哪儿吃啊？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等会儿。别给我看，我真的这几天吃的真的，哎呦。啊，别给你看，我没什么好吃，我们吃的非常糟糕。对，真的拉肚子。我已经好多天都没吃东西了。我也饿了呀。累炸了，咋了呢？什么咋了？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就没有停下来过，就真的没有停下来过。这才三天哎，你这后面还旅程还长着呢。还有你的腰的事情呢？你腰咋了？没事，可能那个拿包的时候就歪了一下，没事。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就一个角度就稍微不舒服，腿麻，就一直麻。这三个小指头就有点。我给爸爸贴东西了。你给爸爸护护了吗？你给爸妈妈看一下吧。爸爸给妈妈看有点不方便，他真的给我贴的很好，我不骗你。我帮你拿着吧。啊，真的吗？爸爸，你给我看看嘛。是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真的是。你是屁股还是腰啊？腰。哇塞，其实还好，就一个角度的时候就。你这两天啊，东西能不能尽量少拿一点啊？啊，但是我能少什么？有衣服就。行李背的时候你减点重量呀，有些不必要的就不要背在身上，不然你这样负重会更难受的。你是最棒的，爸爸，辛苦了。